他一头问了，说是你妈妈不能再长一段时间，长得太长，哎，不能给他这样嘛，这样嘛，吃辣椒的就出不来了，哎，就说大，首先呢，林妈的比较高环境的院儿又又又近了，哎，是这种的嘛，他有点好多地方都发芽了，已经长不高了，林妈给取出来了，出来之后他一看，我他妈的是对了，这个桉树的，他一个特点，他就喜欢松。